狼狼说的这个意思。现在用那个把它扩了开来。你怎么办？啊，学霸想买一双吗？是不是可以说？我也得再给我买一双。哦，买一双，买一双，买一双。不要喊，不要喊。我帮你看吧。不行不行，但是这里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我不会爆炸了。不会爆炸。那么久的话，那我的脚会不会疼啊？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。这样。能动啊，能动一下呗，能动下手。谢谢谢谢。这里有点疼，有点疼没关系。哎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没事。